芽笼，它生气蓬勃，它千变万化，古典与时尚的建筑物，艺术风雅与市井气息，圣洁宗教与人性的欲望共冶一炉，如同一盘千姿百味的罗杂，也是新加坡变迁的缩影。在双楼这房子，哦，是保留的建筑，不能拆。芽笼是一个文化跟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左边你可以看到100年的殿屋，哎，中间夹了一个8层楼的公寓，再过一次就看到一个佛堂，再隔一间就是看到一个基督教堂，隔一间就是看到一个回教堂。芽笼是乃基层领袖李鸿斌3年前开始，每个月为公众举办芽笼历史文化的导览活动。最大的用意呢，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好跟美跟那些可能一些有瑕疵的地方介绍给大家。Okay,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 So there is used to be a square thing here. Do you know what is it? Soil collection, night soil collection. It looks like that. It's like a door. Okay. 它的规划是要追究到以前英国殖民期的时代，把北面的角巷啊，就是以单数来取称，南面这边就是双数啦，这2468这样分，就是中间就隔着这个芽笼路。芽笼的街巷格局也吸引了国大建筑系助理教授 Imran。他大学时代起就常穿街走巷，研究芽笼的人文风貌。The development took place because there was need for more residential areas outside of town. We look at the 1800s, the lorongs would not have been there yet. By about 1850s, 1860s, some of the lorongs were built. With the subdivision of land, you get people buying smaller plots for shop houses along the main roads and some of the lorong. But it really, really became much mo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由英殖民政府19世纪规划下来的芽笼街巷，到1930年代已大致形成今天所看到的格局。Different classes of people lived in Geylang. Same with ethnicity, you know, Chinese as well as Malays and other groups. So it was mixed. 芽笼有两条主要公路，沈氏大道是从市区通往新加坡东部樟宜地区的要道，芽笼路则是通向市区的繁忙大道。芽笼路头这片荒废的大草场，一眼望穿，多少繁华，多少梦。80年前，这里是风靡全新加坡的三大娱乐世界之一——快乐世界。1936年，企业家李光前的胞弟李玉荣，在芽笼路、萌花灯路以及芽笼二巷所围成的三角形地段，创办了快乐世界游艺场。每当华灯初上，里头的室内体育馆、三家电影院、酒楼、夜总会、游乐场，人头攒动，都为了休闲解闷、寻乐而来。饶家两兄弟1960年代就在快乐世界的游友园咖啡店当父亲的助手。因为我已经在那边已经40年了，一根草一根地我都走过，陈维珍他跳舞的那个舞台就是这个树的旁边而已，所以我永远是记得跳那个阔衣舞。
李玉荣离世前的一年，快乐世界转售给荣华机构，改名繁华世界，迎来最辉煌的年代。一开始就表演比较多啊，那时候我还小，我还看到邓丽君去彩排，我还记得最清楚，那时候邓丽君是满脸都是黑痣的啊，还有马戏表演、溜冰表演全部都有。那个时候真的每个拜五拜六都是有的，打到流血出来。很天刺刺激就对了，整天都是爆满的那种。当时繁华世界体育场是新加坡最大的体育赛事场地，每年举行国际竞赛和表演，轰动全城。70年代、80年代，每年都有篮球要竞赛，那时候韩国啦、中国、日本啊这些球队都来。70年代了，生意最好的，有展览会，有戏演，什么都好，人手都不够。那时候我大哥有一班同学很好，啊，每个都来下来帮忙的，哪里有的休息？除夕晚上到初五才能停下来的，那时候。然而，无情的火焰不时侵扰繁华世界。我猜时常有蛮多次啊，最大的就是那个舞厅被烧的时候，是那个是最大，烧最多的。我们也是被烧，烧到最后剩下我们一间咖啡店还在。到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外面的那些购物商场已经开始了，谁要来这种落货的？没有人了，就变成晚上变成静悄悄的。那些小企业家就进来了，搬进来的时候有装修、沙发、电器，我们的生意就靠那些企业咯，人家叫5杯三几杯油面，我们就送过去咯。我就用脚车送货的，好像玩杂志一样，两兄弟在玩杂志，一天到晚差不多从新加坡搭脚车到马来，就会回来了，不停的在走动啊。2000年。繁华世界终于繁华落尽，无声走入历史。饶氏两兄弟也告别繁华的日子，到外面闯世界。在里面泡咖啡，然后出来也是泡咖啡，一泡就泡到17年了。转行去建筑业里面的驾车送公文啊，做了17年，刚刚退休，是真的不留人了。我们两兄弟真的从那边做到老，年轻做到老，两个。繁华世界的遗迹只剩下侧门旁的电站，其他30余座建筑与大门早已化为虚无。这块空草地将会连同旧嘉冷机场和整个嘉冷河盆地重新发展为滨水住宅、商业和休闲场所，到那时再现的是另一种风华吧。离开芽笼8公里的后港祖屋区，一场校友聚会正要开始。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吗？我们不是这样小的爬坡的啊。哎，这个是我们的科学老师，这个是刘生，是我们的地理老师。我是郑文斌，我们是都住在芽笼那一带的学生。
都小孩子就是在芽笼跑来跑去。我是陈国栋，那么我是在1966年进入快乐学校一年级。我们的学校其实是由一般的舞女创办的，这是他们的一种慈善啊。舞女办校的义举，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页传奇。1946年，快乐世界夜总会的舞女们商请老板李玉荣出面，在芽笼14巷24号创办快乐学校。几年后，学校扩充校舍，搬迁到67和69号，好让更多的孩子们有书读。因为他看到很多芽笼的这个孩子呢，流离失所，就是没有受教育的蛮多的，所以通过他们呢，就把这个学校给搞起来了。这群快乐学校的校友，大多是1950到70年代的毕业生，十之八九已经搬离芽笼，但依然忘不了14巷的快乐日子。快乐学校的同学，请你们来放一点。国栋他是第一个启发人，他招我们这些同学一起联络的，到后来我们一直一个联系上一个，然后又有 Facebook， 所以就慢慢联络上了。1、2、3，快乐快乐老无穷，弘扬文教沾血风，人言情话欢，前途吉祥秀。以前就是我们这边的，我们住在这边的哦，19号。今年7月，这群校友们相约回到芽笼14巷的母校。春风化雨33年，栽培了6000多名学生。快乐学校后来因为报读的学生锐减，在1979年停办。那蒋先生的藤条呢是粗粗的，陈先生的藤条呢是幼幼的。这个毕业，这个是2年级。哦，2年级要的毕业。完掉。那我们都是还有在玩。OK， 拍照。大家拍照了，来进来吧。OK。以华文教学的快乐学校也曾经培养了一位杰出校友，那就是在海内外获奖无数的马来族音乐家 S. Artan。 我父亲就是送我读华校，他这不是讲而已，他是会很会讲福建话。那时候大家都是就是很好的，没有讲我是马来人还是华人，不用。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的，没有。今年68岁的阿坦，趁着回新加坡演出时，带着妻子和7岁的女儿来看看阔别50年的学校。那时候我是没有钱买钢琴，叫我在学校学钢琴啊，我学谱了。那时候我真的。骄傲呢，是那是真的，我是这个老师很好的。唱歌是在外面，每个都唱，就是小白船啦，妈妈好啦，坐火车啦，这些歌，所以我弹了，我还记得，好久都这个我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冯地林和王文英在快乐学校就读同一班，离校多年后再相遇，擦出爱的火花，结为夫妻。
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做制衣厂，制衣厂很蓬勃的那时候，应该让这边，因为我们做衣服嘛，剪刀给他父亲磨，去跟他拿剪刀，他说我爸爸去世了，才跟他联络上了。那时候我爸爸死了，我就这成我爸爸的工作了，磨剪刀，他就来一个磨剪刀，哎，我就这个好像很熟你呢，是以前快乐学校的同学啊，这样就谈起来谈起来啊，就慢慢的交往了。芽笼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有他们的回忆。这个十九号 A 咯，这个十九号 B 咯，那我住在后面的。那时候你妈妈说叫我住是住这边吗？啊，就是咯，你妈妈那时候我们叫我妈妈找屋子就找这边。应该是日本的时候被炸掉的吧？没有怎么门牌会掉到二十七这么远？嗯，应该是吗？没有理由啊，你看门牌这样研究。夜幕低垂的芽笼总令人浮想联翩，饮食男女酒色财气，为芽笼路和周围巷弄平添许多绮丽色彩。据我的回忆啊，就是在那些双树的巷子才会有那比较精彩的夜生活了。We just pass by Lorong Suka, those are what we call the red light district. Inside is legal, but once you come outside, it's illegal. 到处都是可以看到警察的摄像机，所以安全方面根本没有那些顾虑的地方。位于芽笼26巷路口的这栋洋房，作为旅馆经营已超过60年。今年83岁的郑水英是旅馆的东主，1959年就住在这里，看尽了芽笼与旅馆业的起起落落。以前芽笼屋子都是独立的，没有这个高楼大厦，全部都是那个矮矮的。那时候是电车来的，把车是拉电的。印尼那个跑船的人，他送东西来新加坡卖，卖了就来这里住一晚就回去了。那是小小的像舢板那样的，他停在那个像那个芽笼河那边，卖了钱就去买金回家。郑水英和丈夫在1974年买下洋房，取名民友，让五湖四海的过客游人投宿。2015年，新的公共场所禁酒令出台，芽笼被划为禁酒区之后，灯红酒绿的情景不比从前，旅馆的生意也受到了冲击。以前好像卡拉 OK 出来3点的时候很热闹，有人喝酒了就带朋友来这里开房，现在没有了，现在酒不能卖的，没有生意。年纪大了，自己无法打理旅馆生意，水英去年将洋房出租给林秀珍。林秀珍在芽笼从事旅店业有18年的经验。2012的时候很旺，到下来13年就不好了，就是警察在街上查女孩子啦，人家都害怕嘛。这边的旅店啊很多呢，70-80间有啊，大大小小啊，到现在生意都不好做。明天几个人来 ？OK， 好，谢谢，几点到？67岁的秀珍仍然用传统手写方式管理客房。同时也尝试将旅馆资讯放上国际订房网站，开拓新的客源。我们有做一点网络的生意，比较容易出房间啊，
顾客都是中国啦、新加坡啦，什么国家都有了。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因为这边便宜吗？新渔民跟客工的贸易，到你可以看到这个芽笼大路啊，都是那个道地的中国小吃。外国人啊，因为他们在这里租房子，我觉得比较方便，因为芽笼是比较靠近市中心，我也是跟着新加坡这个繁荣城市的发展，非常的国际化了。位于市区边缘的芽笼，地点优越，却一直不是首选的居住地方。近年来，却涌现许多新公寓。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f land development, many of the owners feel that they want to redevelop their land, especially compound houses, you know, where the houses sit in a generous plot of land. So there have been some interesting compromises.Such as the retention of an old building and the addition of a new one. So we have a lot of these interesting developments, the historical and then the new. Whenever we pull down an old building, something about the previous character of Singapore will be lost yet again. I am all for coexistence because these older buildings coexisting with the new makes the city even richer, more interesting.下载 Toggle 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